这看起来不像是给车过，就是像是给人走的都还有点困难的，还有人走还有困难，这个车要开上去，哇，而且坐在上面真的是有点头晕，天色突然变暗了，因为我现在完全到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森林啊，它现在只有一点点阳光可以透进来，因为现在那个树叶很多啊，完全把我们遮住了。到了，要到了，哦，那个风景还好，哇。哎呦！哦哦，哎，哎呦，我的天呀！哇，你这，哎呦，这个哇哇，风涌啊，上大只啊！你像这，系啊，因为这吼，当地迄个土蜂啊，做大只。哦，这土蜂哦，哎呦，哎，这有够恐怖的。这是啥？这是这个蚱蜢。蚱蜢？哎，恁吃蚱蜢吗？这营养啊，上好啊吧？这大只啊。野生的拢是。这野生的哦。哦，这十八，哦，哇，那肉质，嗯，应该，嗯，是昆虫里底的龙虾。哇，这乌鸦卤到我上惊这，所以这嘛会当直接吃吗？可以的。这可以吃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放下去。扣扣扣！一吃下去，那个整个都爆开哎！哎哎哎！你都抓较远的，你回来啦，你要倒啦。每天都有员工来这边捡到钱，来捡到钱。对，刚才捡了四五十万的辽币，还有美金都有，还有美金。对对，所以他们很认真的会在分类。我们来计划买我偏财运。哦哦哦哦，急了，我急了耶！鱼料这够起上面啊？代表了就台湾带的几只蝌蚪过来。带了几只蝌蚪过来，牛蛙的蝌蚪就是准备在这边繁殖。牛蛙蝌蚪，哎，这是第一代，那那边那个是第三代，第二代全倒。有点痛啊！回去要洗澡了，回去要洗澡。哇，这个的，哇，真的有点痛啊！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们没有活下来那个时候，现在已经安定了，我们已经变成泰国人了。我们是从美斯乐派过来的，你从美斯乐派过来的？对，派过来这边来扫荡泰共的。哇！被那个五六式冲锋枪打到的。我天哪！那个时候，如果说我不杀他，他要杀我了。白日依山尽呀，哇！一双接一步的，开始下山战斗。二哥的爸爸想要办这样一所学校，为了传承中国文化，让自己的小孩子永远还是可以懂自己是出生在哪里，那文化是什么，为了这个目的，再辛苦还是继续办下去。